也在一起拍戏嘛，然后就在现场就可以看得到，就是状态都特别好，也非常努力，嗯，表现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嗯。哎，好，然后就是还有就是网友都听说这次这个电影你有贡献一个最大尺度，他们就想问一下这个最大尺度是到哪里？其实对于那个苏雪来说是最大尺度，对对对。对哦，对啊，就对于古建的时候没有的事情，啊，就这不是进步了一些。就是、网友比较想知道这个最大尺度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也非常期待，然后也跟大家一样期待，可以去电影院看。对，好，谢谢。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问李易峰的，然后就是，最近网友们在网上都有看到你发那个跟少女时代那个允儿的合照。然后你也就称赞他什么颜值逆天，然后大家就想问一下，就是允儿跟现场在座的几位，包括杨幂啊、热巴呀、还有陈数姐，这些哪个是你喜欢的类型？我称赞的是我颜值逆天。哦，那不影响这个问题本身的，就是你对这几个，哟、还说不影响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你对这几个不同类型的，就是哪个是你喜欢的女孩的那个类型？可能我还是会比较喜欢他们都综合。那有点太难了吧？就比较偏向于哪一种？比较偏向于对，就在这几种类型里面选一个。我不太好选，因为这个都得罪人。但是就是网友们特别希望你能选出来一个，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出去。嗨，那我就选网友们。啊，好，网友们对这个回答应该是十分满意的。好，谢谢，我们这边的访问到此结束。OK， 咱们再换一家哪边？来、后面。想问一下峰峰啊，就之前传出了你就是插足那个秘密和凯薇的婚姻，但是呢，凯薇跟秘密这边都已经回应了，但是你也以肠胃炎的原因就是缺席活动嘛，那今天能不能正面的回应一下？好，我今天得回应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秘密和凯薇都在微博上回答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说太多的一些没有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电影，一起什么革命的友谊，我们一起让大家一起来见证我们革命的友谊。好，这边那个这边我看下午的红毯的时候，哎，陈叔老师这边，我看下午红毯的时候，陈叔老师、峰峰和杨幂都有这个角色的转换，要做这个证婚人、主婚人，三位是怎么分的工啊？给你们俩分的什么呀？我都不知道。我们就是说盖章嘛。哦，那我估计就是更艰巨的任务了，肯定是没有做过的，我也很期待今天即将分配给我的工作，太有意义了。嗯。啊。那秘密和一峰呢？这一次也是一个全新挑战吗？两位不是要盖章吗？是不是做什么身份？证婚人还是主婚人啊？主婚人跟证婚人有什么不一样吗？好像不是一样的吗？应该是不一样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正在参与。见证他们这个幸福，对对对，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是第一次的经历吗？我当过朋友的伴郎。对，然后就是把戒指递给他们，然后不是就是挺神圣的，我那个时候我感觉我的眼睛都是含着泪水，我手都有点抖，那个时刻啊。那刚才有报你说追星，当时追星到一种什么程度呢？还是属于比较冷静的那一种，就是买磁带啊，然后关注电影啊，就是这样啊。对，我看有一个贝克汉姆的海报，你还坐在底下合影，然后摆的姿势都一样。哦，因为对，
我有一次，那个时候是欧洲杯，然后我跟我的爸爸说了，我说那个我先睡一会儿，到了时间你叫我起床，我要看。结果他们就没有叫我，我基本上快到了下半场都快结束的时候我醒了，然后结果没有看到，然后我回到房间就哭了。对，好，谢谢。咱们最后一个问题来。你好，这边想问一下黎峰和杨幂，就是这一次算是苏雪恋在荧屏上面就是从影以来的最大尺度吗？不知道两位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以及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两位刚已经澄清了就是婚变的这个事情嘛，以后会不会就是说这部电影上映之后让刘恺威然后邀请他然后一起去电影院，比如说他会不会就是支持秘密要包场多少场这样子？我的电影他都会支持，都会包场。对，这次要打算包场多少？我回去跟他商量一下这个问题。那回应一下第一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苏雪900年以后登上大荧幕，然后你有这个最大尺度的表演，苏雪900年以后登上大荧幕，你有什么感想？上大荧幕了，你有什么感想？特别荣幸啊，特别开心。那就是面对这个大尺度的表演，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呢？我问你呢。啊、我的感受是。你在探讨这个问题吗？我觉得把一些可能在古建有的一些遗憾的部分，在这个电影里边有所延续和弥补，对吧？对吧？对对。好。那谢谢我们各位主创，谢谢媒体老师，群访结束，后续还有其他通告排得比较紧张，谢谢大家。来，谢谢主创，我们可以先撤了。闪烁，是否像爱情，一眨眼就要错过？不如说，我们这世界人太多，一软弱就会淹没。一路走来，为谁而奔波？